大家好，自九月一日起，人肝的定制周期、交货周期呢又进一步拉长了。现在分为四类啊，根据价格分为 A、B、C、D 四个类，最短的周期是10个月，最长的呢，像素面款式啊，已经达到了25个月。所以现在啊，本店的人肝现货啊，全新的现货都是处于一个超供价、一个溢价的状态。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啊，因为定制嘛，就是花了钱去等很长时间，这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过程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现货，素面呢有两只，郁金香的素面，三段式的握把，然后和两段式粉相的素面。这一只呢是一个三段式粉相前臂的赤魅。下一只是郁金香的插脚款啊，这四只都是全新的，然后小幅度溢价啊。另外三只呢是二手的，然后目前本店的现货就是这些，因为流通性是比较快的人肝，到货呢也就是即将秒杀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有喜欢人肝的可以联系我，然后咱们互相交流学习。抖音。